Back go go， 我走了，捡回来了，捡回来了。有在做模组介绍可以教他吗？你去他的台教他。你要打吗？你要打吗？我来了，这是没装备。哦，我在水面上哦，我来帮你教训他了。然后我去着陆一下。T， 好了，那边。我烦心要不要做什么弯刀？听可弯刀，没听可弯刀。然后那我挖个垫脚石。不，我的养分又哎、欸，我养分补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原本零趴，超惨。我死掉之后会补回来啊、哦？对啊。是小祭坛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搞不清楚谁是谁。现在看的画面是我啊，最安静的就是我啊。哦，哇哇，这边两个小祭坛，这个祭坛不能找，太恶心了。陨石，这边也有一个哎、欸。哇，太远了吧，早知道坐船了。这么大块地要做什么？做仓库啊，就是不会盖家怎样？就是要做仓库啊。只有仓库好不好？只有仓库，没有距离。我来了，来讨伐你们了。陨石是在地表黑黑一块吗？哎、欸，为什么不看我？哎、欸，我找到村庄了，看我，为什么不看我？叫你看我，你不看我，打了你们。就很好奇是为什么会有鹦鹉？哦，鹦鹉就船长手上的、啊。对啊，对。嗨，嗨，嗨！有分地上跟地下，所以在地下挖矿的时候也有几率挖到嘛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觉得我不如就是直接去挖矿。我来玩了，哇！居然没有图，船长，对。你为什么打鹦鹉？船长，你说打鹦鹉，他没有利用价值了。为什么不打我了？哎、欸，我救了你。哎、欸，你剩半滴血，天哪、啊！我要不要让你解脱啊？发酵桶，哎呦，吓死我！你要拿丝绸啊、哦，不然会爆、哦。可是我丝绸是一大片的，可以做陨石指南针，你们听到？我做啦、啊，但是它转得很快啊。有攻略完了啦、欸、你要不要来搬村民？你等我一下嘛，看攻略完啊。哦、好的。都多大年纪了啊？是烫到会痛吗？我们烫看看。烫什么？一个什么能量激光中继器？哦，原来是这样接的、哦。好，我了解了。外壳，上面还有一只。哇，好多东西哦。一直转表示在下面。嗨，看我。嗨，可恶了，我的东西有点太多。小心你会死哦。要死哦。要死悄悄哦。要死悄悄喽。好了，等一下整理，回家整理，回家整理，好不好？Fishman， 哦，有咖啡机呢，还有磨粉机，这边什么都有啦。是我这样一破坏，就是破坏整一个超大部分嘞、欸。这是什么？会在四个听课中间？你怎么不去杰克台讲啊？我还要翻啊翻。你再来我台，我就快啊。
对啊，对不对？能这样比较快。好啦，你还是在我台好了，我帮忙翻译好了。好了，都哦，逛完了。哎，那其实海盗船还好，也没有什么东西。就帽子而已啊，顶多拿他帽子，别再转好不好？转够咯。哎，这样是不是村庄会被屠村啊？说是不是现很在容这易个被模屠式村？吗？对啊。好像会。哇，好，我不来。神职人员，哎，好多书柜，挖爆！你们不用看书了啦，不用看了。好，我的，斧头嘞？哦，被收进来了。不如我直接啊！玩。露天的哦，喜欢吧？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快点走会比较好。那你做这个影片，杰克也要看才行啊！你不做的话，你要给谁看啊？对不对？不然你的标题就是“做给杰克看”，这样子他就去看了。问号。不，我听到僵尸村民的声音了，是吧？还好挖嘞，哪里？这一整个都是啊，有指路石，搬回家。这里啊，有一个什么，很像研究者的那个。狐狸吧，吓死我！这个点。1.14的村民听说会看书和睡觉，哦，这么酷。哇，好了，我看一烤下，泡面！这个是什么？黑暗石。哎，你怎么出来了？去死！什么效果？两人，好，你该死了！这么凶的吗？都没什么看到啊，真的有陨石吗？什么？两人好，你也该死了。走，等下带你去熔炉里面玩玩。杰克在很 NONO 好 Life 玩的哦，吗？对，我在 Nono 对。Life，84418.05。还不追随一个，速不速？几个村民可以烧成一个砖啊，观众。村民可以烧砖？就绿宝石砖啊。真的假的？好酷！他流出来的这么不，酷哦！他我不拿知去道，我熔没炉烧烧，过。可以烧出绿宝石啊！哇你也该哦！死。我刚好没弄到 Life 账号，没关系啊，他会有访客啊。访客让号。哦，这边有个小祭坛，顺便挖。我还绑架人口了，你是什么？牧羊人？怎么那么多牧羊人啊？好，你们去死！游牧民族欸，你们等下通通都变成贤者之石喽！我觉得好，繁星，你有玩过那个吗？基岩版吗没有？Minecraft。啊。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基岩版的账号之后，就一直有那个陌生人骚扰，又好是痛。牧羊人。哇，这个游牧民族村庄被我毁啦，我灭村了。都是牧羊人。哎，等一下，是不是多一个人？嗨，多了你对不对？断工。
好啦，等下拿去烧。给去休息喂。这个村民中暑了。两张新图。这个村民看来中暑了。我们只好把它停身变位，里面还有一只。对啊，我现在拿到新图都是暂无消息了，为什么？还是我没有输的关系？有可能。哇，小雨看到这颜色会觉得好恶心，我的妈！你是什么功能？哇，做果酱的，你有用，你有用。果酱，果酱哎，果酱哎，哇，好可爱哦！要不要吃果酱？然后，小猪色的村民。怎么哭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我看到喽 ！I see you, I see you。我看到你。哎呀，怎么又？我看错了。我看错了，我在玩躲猫猫，鬼抓人有没有？哦，找到你咯，找到你咯，神职人员。我没看到陨石，把你带走。所以它转越快，它代表有啊。哎，居然是空岛。他说：“妈，不开不开不能开，你是大野狼，让你进来。”干嘛的？石油。33个哦。果虫欸，果虫是不是要带回去一下？要养在一起呀、啊。好啦，给你们交配用啊。上来说。安南 ，Hello，、早就料到你们会来了。你们打完了、哦？打完了。赶快过来，我们好寂寞、哦。哎、欸，管理员，帮我多加3个人。刚刚定位的3个人来了，比较晚到一点。哎、欸，抱歉，迟到了。迟到了4个人，两个小时。哇哦，爸，音乐，我要问问题。说。他做的那个 AP 了，在塞沙毁石英赛特斯。啊。然后我接下来要干嘛？是要找陨石哦。你要去找陨石啊？陨石很多吗？你要先做陨石的那个罗盘。他做了，罗盘我做出来了。他一直转，不知道在干嘛。一直转？对啊，他只会一直转。他不会只通马，那就代表你附近没有。你要走远一点。哈哈哈！他能侦测的范围里面，他们找不到。好，合理。所以他突然一直指着某一个方向，就代表有了。对，就那代表那个方向有。那我就勇往直前往前飞了。我在干嘛、啊？等一下、哦，我把一个我繁殖区盖大一点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今天不是浇水台了，我已经浇了一天的水了。你们等一下就会看到我的成果了。哇！哎、欸，我有帮你弄那个，哎、欸，你还需要那个吗？那个水晶碎片吗？对啊，要要需要需要需要，还是要哈？那我父母不洗掉了哦。哦，好，魔法之石，因为以后我要用种什么其他的种子都需要那个碎片。哦，你们以后需要什么矿物可以跟我说，我就可以开始种那个铜锡，超需要，超多大量，没问题。我需要羽毛，可以没问题。你去看他的台。叮咚，那是8591的那个提醒声吗？听起来超像的。叮咚，等这怎么跑完？哎，这个开机有点久，哎，你们看要开蛮久的。好久。那个声音是挺远的啦。不跑去哪了？我发现啊，虽然它是有用中那个繁中汉化，但是有一些真的是还是要用。减重他才看得到、欸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啊，所以我又把模组给装回去了。什么模组？减重？就那个啊，减重模组啊，我又把它装回去了。哦，该减重了吗？我就干脆直接用减重了。哦，
因为看得懂的话就没差、啊。真的有一些东西还是要看得懂，特别是我写魔法，它有一些没翻到。哦、大祭坛，大祭坛，我就很尴尬。你有看过牧师卖扳手的吗？牧师卖扳啊？哪个魔都没翻到？写魔法有一部分有翻到，有一部分书本里面的详细资讯没翻到。对，那个是里面更里面的资料夹，我应该是没弄到。对啊，你还要就想说，你再弄下去是不是会更久啊？不会。